Kelly 有在吗？修太鸟，干了噻！太快了，太快了。可以开始了。给力啊！啊，等一下，等一下，等过后才什么？不可以进的哦。不紧，等一下。哦。啊，其实可以开始了。哦，我们可以开始了，大家。下午好 ，Hello， 大家下午好，好久不见。哦、oh, ，原来你们啦，我们突然出现了。Hello, 你们好吗？好、oh. ，真开心看到你们。Hello，Hello。呀、yeah, ，因为今天上一组他不能 take， 所以我们就提早开始了。不然通常应该是两个每一组两个月嘛，所以我们应该是。By right 啊，应该是在啊下个礼拜开始的。所以今天是 by left 啦哈。对啊。所以跟大家问声好先好吗 ？Hello。Hello。哇，我们看一下有谁在线上。有雷魂。哎、hey, ，Hi 雷魂 ，Hello。是。哇，我们还看到谁啊？有没有新的面孔 ？Hello、哦。都是熟面孔。对对，都是熟面孔。呜、哦、呼。还有 Madam King。你好，你好， Hello. 你们好。Hello Josephine， Hello 09098917 Hello Daisy， Hello Irene， Hello， Hello S， Hello E， Hello 丽莲。哦、oh, ，OK。哎，是的，我们是你们今天的的’上线的表演者，我是Joey，我是 Tristan， 我们是来自闲杂人等的 ETC。是。啊，真的好久不见大家了。是我们上一次在，你们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表演是几时吗？你们应该看到很多组嘛，所以你们应该是哇 ，enjoy 你们的 Thursday afternoon 哈，每个拜四都有一组朋友陪你们唱歌这样子，陪你们度过午后的时光。我们上一次表演是去年是吗？一年了没有？我其实都忘了嘞。你们一年这么久。好好好，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先来唱歌了，耶、yeah.。Whenever I am feeling low, I look around me and I know there's a place that will stay within me whenever I may choose to go. I will always recall the city, know every street and shore, sail down the river which brings us life.Winding through my Singapore, this is home. Truly, where I know I must be, where my dreams wait for me, where the river always flows. This is home, surely, as my senses tell me.I won't be alone,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t's all. 再也不会感到彷徨，不会再失意回头望，我要用心中一点烛光，让风前城市更灿烂，世界和平共享，全凭生命河流来导航，一起登陆理想。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
This is where I know I'm home. Ah, for this is where I know I'm home. 好，第一首歌，谢谢，带来的是家。是的，因为其实我们新加坡17岁的生日也即将到临了，所以我们就来唱一些国庆的歌曲。刚才有点没有礼貌，因为 S 跟 E， 我看到 S 跟 E， 他们只说那个是 有名字。Hello Siri，Hello Elena，Hello Lilian， 所以你就直接给他们简称是吗？因为他只有看到 S 跟 E 嘛，所以哦，原来是可以帮他看到名字的哈。哎嘿，还有 Galaxy Tab 啊，我们每次都会看到 Galaxy Tab 哈。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这首歌带来是因为我们的国庆日要到了嘛，所以要带来一些跟国家有关的歌曲啊， yeah. 对吗？叫应节的感觉哈。其实我们是在应该是在第一个星期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会跟大家见面的，所以我们提早了。提早的话，我们就有多一个星期跟大家相聚，就是对见多一次大家，见多一次面这样子。Yeah, yeah. 所以呢，我们的状态其实也不错，因为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见大家的时候是还没有开放 ，COVID 还是很 contained 哦，我们大家在居家的这样感觉。对啊，这一次我们见大家是我们已经出去表演很多次了，这样子。真的真的，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最近有出去逛街还是什么的吗？已经有一个在逛街看我们的，对，雷魂是在外面看我们。哦，雷魂是在外面的哈。啊、OK， 是非常非常好哈、哦，所以外面还是可以上线看我们表演，可以自由活动了现在，哈哈哈。是。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高兴可以回去做我们最喜欢做的街头表演。嗯。大家有没有经常看到街头表演呢？因为自从开放过后呢，我们就应该是很多人就会涌出去做街头表演这样子哈。是的。但可能我们很少去那个你们内区啦，因为你们内区会比较跟我们有点不是很顺路这样的感觉嘛，有点距离，但是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到那边表演，那希望大家可以下来看我们。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地方、yeah. 有一个八月有一个 Starry Starry Night 是有去那边表演的啊、oh, 对对对 Starry Starry Night 对，所以我们也一样欢迎大家点歌，就是我们也是一样依照的，如果这一个星期不会唱到大家的歌曲的话呢，那我们就努力去学学看有没有办法在下个星期带来你们想听到的歌曲。是的。好，下一首歌你要带来哪一首歌呢？好，我继续带来一首比较可爱的爱国歌曲，爱国歌曲。好，这首歌我 combine 两首在一起，是一首轻快的一首歌曲，叫 Singapore Town Plus Sunny Island， 应该听过这首歌吧。Could take a little trip around Singapore town in Singapore city past to see Collyer Quay and Raffles Place, the Esplanade and all of us. Because in Singapore, their hearts are big and wild, you find. Because in Singapore, clap, you'll find happiness for everyone.Because in Singapore, their hearts are big and well, you'll find. Because in Singapore, you'll find happiness for everyone. The buildings are climbing all the way to the sky. And there's $100 people who are striving.People like you and I. Because in Singapore, their hearts are big and what you'll find. Because in Singapore, you'll find happiness for everyone. Singapura, oh Singapura,
Singapore, you'll find happiness for everyone. Singapore, their hearts have become one unified because of Singapore. Singapore, you'll find happiness for everyone. 有人在跟我挥手啊，谢谢 Singapore。Happy birthday in advance！ 这首歌叫《Singapore Town》and Sunny Island， 两首加在一起哈，就非常轻快，就是感觉到新加坡的那个氛围的感觉。有吗？有吗？因为很多都在讲都是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嘛，对吗？对啊，就是他有说到一些新加坡的一些建筑物啊、一些地标啊，是是，所以他就好像就带大家去玩一下这样子哈、嗯。听歌的时候，大家就想到哦 ，Esplanade 就是那个榴莲，有没有？那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步入哪多少年了？57啊，57年了。然后呢，我们是不是有朋友是有去看那个实地的那个庆祝活动？庆祝活动有没有这边拿到票的？哇，有没有？大家听得到我们讲话吗？应该听得到。到我觉得大家好像有点害羞是吧？他们很没有，他们不是害羞，他们是很尊重音乐人，就是、他们就是很有礼貌。就不是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唱，就很已经 train 到有种 discipline 这样的感觉。没有，现在我们在聊天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是是是是，不要害羞啊。没事啊。所以呢，有没有朋友是拿到票是去看那个实地的表演的？没有啊，没有。所以你到时候会在电视机前面看是吗？我活了70多年都没有看过啊。阿King啊，阿King没有看过啊。真的啊？没有啊。哎呀，你有去上网去标吗？没有啦。你没有标，就好像哈。上网对了，应该 找一个人帮你上网标那个东西，因为、哦、现在都是上网去标那个 ticket 的，你没有标就好像、哦、你、哦、没有中多多可是你没有买这样的感觉一样，所以你没有中那个多多因为你没有买、啊欸、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好像今年的那个国庆庆祝活动蛮多地方都有烟火的表演，那你们看你们家附近那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倒数活动嘛？我觉得应该 CC 应该有一种 like special cater for 老人家，我觉得我们跟 CC 的人讲一下哈、就是那些可能不会上网去标那个 ticket 的人哈，可以就是去 CC 去申请说哦，我想要去看那个，可以帮忙，对，可以帮忙啦，来通过我们 CC 的一个邀请。就是有去 consolidate 那些很久，就是好像有一朋友是，好像阿 King 对姐姐，七十多年没有看过那个实地的，而想去看一下，就不要错过，我觉得是可以去安排的，我觉得。对啊，可能大家也可以跟那个 CC 的负责人反映一下嘛，看他们能够帮你们做一些什么。是是是 yeah, 可能就是你没有想到，你懂吗？有些事情是没有想到，所以才没有去做的。是。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要带来下一首歌曲了。嘿哦嘿哦，我想带来一首很温馨的歌，也是一首新加坡的创作，送给大家。这首歌叫《城里的月光》，你们会唱吗？在心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谢谢。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化。他
请温暖他心房，看纵然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是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非常温馨的一首歌。对对，就是说那种歌曲，这种歌曲虽然不算是一首国庆的那个庆祝歌，但如果我们放在国庆日唱这首歌曲，也是很非常温馨，也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动的。因为本地创作本就是一首电视剧的那个主题曲，然后那部戏大家还懂那部戏的歌名叫什么吗？那部戏的歌名，来考考大家。那部戏的歌名，那部戏那个电视剧的歌名叫什么？也没有人懂，还是已经戏名还是歌名？戏名啦。啊，那刚才你说歌名哦，讲歌名嘛，我讲戏名。对对对，戏剧的名称叫什么？那个我们先让大家是徐美珍演的哈。大家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吗？真的吗？还是没有人听不到我们讲的话？城里的月光其实是豆腐街当年新传媒一部电视剧里面的歌曲，对，是，而且非常好看那部电视剧。所以呢，我们如果讲到唱一些新加坡本地的歌曲的话，我们一定会不要忘记唱一些可能新加坡的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对对对，对吧？那些主题曲都是我想要听哦，那个我问天啊，杜建歌。行哦，来哦，点歌哦，非常好，非常好。好好好，我们非常欢迎大家点歌的，真的。是是是是，那我们如果会唱的话，肯定一定会带来。谢谢。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要看一下有朋友留言要点歌的吗？来看一下。这里看不到留言。看不到留言。所以如果有人想点歌的话，我们看不到留言，那你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想听的歌曲，那我们会唱的话就为你们带来喽。没有人留言。好。对，没有人，还好。嗯，好。真受气，雨也真受气，气我怎会无志气？爱也消失去，以前搁爱值得，想你想你，不知有啥意义？参加啊，倒位有你的消息，我的感情乎你把甲死死。我问天，敢会当卖创治？搁在你这半是我家己。我问天。敢袂当卖创治，想袂放袂记，不知不觉几十年，窗外的雨，敢讲是男人的泪，有缘命。
咱对现实梦中做十年。真受气，雨雨也真受气，叫我哪会无志气？爱也消失去，伊情搁来逐天，想你想你，不知有啥意义。消息，我的感情予你放甲死死。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搁再爱你这半世，我家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想要放袂记，不知不觉做十年，窗外的雨，敢不是男人的泪？有缘面对现实，梦中做十年。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这半世我自己，我问天，我问天，敢会当莫创治？想要放袂记，不知不觉做十年。窗外的雨，敢讲是男人的泪？有缘面对现实，梦中做十年。有缘面对现实，梦中做十年。很好。天来 ask heaven， 听有听到不 ？I know I ask guys only。你没有看过？我曾经看过一个表演，谢谢大家刚才的掌声、啊、哦。这个表演，这个女生呢，这位有表演者的，她就让我傻眼。嗯 ，not in a good way， but in a good way as well。I don't know because it's performed in fro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at time。嗯，所以她就表演了。我问天，她唱了三个语言。嗯、他把我们天换去华语，然后换去广福建，然后又唱英文。哎、欸，然后他的我还听印象非常深刻是 I ask sky, I ask sky，、我就忘记后面什么很白的一个 translation 啊，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我觉得我不是很舒服，我觉得有些 translate 到来你太白的 translation 的话，就变成有一点硬了。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一个节目效果嘛。没必是啦、嗯。但是我还是比较像原汁那个福建话的那种感觉去问，因为福建就是比较，它就是比较能比较白一点，比较直接一点嘛。如果你可能换去别的语言的话，你可能要好像广东啊，它没有想象中没那么白嘛，对吧？这是见仁见智啦，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只是我站在一个年轻人看看这些年轻人，我要讲年轻人，看一些可能啊、经典的歌曲啦，经典的福建歌，经典的广东歌的一些看法这样子。其实听歌就是很主观的啦，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谢谢刚才的掌声哈、啊，我问天，还有没有要点歌的朋友？嘿、hey, ，是的。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大家想一想，我先带来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相思河畔》，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还想听什么歌，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哈。
像是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希望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最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会褪了色，像是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希望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不一样的感觉，要去河畔就去 Lakeside 啊，你们靠近 Lakeside， 我比较远啊。相思河畔，去那边唱相思河畔应该是非常贴切的一首。啊，那个河畔不是我们新加坡的河畔啦，我知道了哈，我是故意的啦哈。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在我们之前做表演跟现在做表演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哦。刚才有讲到，是因为我们去做了街头表演。就他那个 announcement 一出来，我们就涌出来做街头表演的，所以快手快脚哈。是，如果大家想知道，想去看我们 live 的表演也是行哦。你只要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那些已经会，你们应该是会记那些 technology 了，对吗？你们可以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哈，我们的 Facebook 叫闲杂人等的 etc。嘿，是的。找一下那个，如果找不到可以跟我们讲。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做街头表演。对，就会跑出户外去做街头表演。所以有一些户外的街头表演，其实是受到非常大的一些回馈跟一些感动的。我觉得，因为有一些朋友是真的是风雨不改，都会下去支持我们。特地下来支持我们。对，我们还收到了一个90多岁的安迪的一个粉丝哈，他的两个儿子就会有时候会推着轮椅过来听我们唱歌，是的，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所以我们都会特别为他准备一些歌曲，这样。所以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干了些什么呢？然后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事呢？那个我们这样的，那90多岁安迪，他风雨不改来的话，他一定会听到这首歌曲。对，这首歌曲我曾经也在这个平台唱过。但也是就唱给大家听，这首歌比我大很多。叫30年代的歌，是我应该 update 一下，去唱一些他更喜欢的一些他的这样类型的歌曲哦。但这首歌曲他喜欢，每次都会叫我们唱，对，叫《万望春风》。是的。看着少年家
天表地平八杯下嘎啦心内拖疲惫，想要让阮做红师。在青春花同开，听见我面有人来开门甲看卖，月亮照阮是讲大代红尘在，乌夜无伴守天客，春光对面吹，十七八岁也袂出嫁。少年家，孤恋飘离鬓发白，谁甲人注定？想要问伊，我惊歹势。来拖疲惫，守望春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掌声，听得到，谢谢。好，那既然有带来闽南语歌曲嘛，那当然也不能错过广东歌，对吧？我们有没有广东籍贯的朋友在线上？还是很喜欢听广东歌的朋友？哦，有哦，看到喽。不会没有的啦，应该都会有的。但是因为我印象中，我记得好像是新加坡华人的籍贯是潮州比较多。甜蜜蜜可以吗？甜可以啊，好啊，那。先唱了一首广东歌，我们才来唱甜蜜蜜，好吗？好，我们顺着那个潮流走下去哈。潮流？顺着那个我们 style 走下去。顺流而走哈。顺流，来，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唱《今宵多珍重》。哎呀，虽然端午节已经过了哈。为什么？珍重，珍重，有没有？珍重子啊，开玩笑，开玩笑。这个好冷的，这个冷，你看有人笑了。有人笑就是他可以抓到我要讲的东西。天哪，这么冷。哦、oh, ，你不要助长他的势力啊！他喜欢讲，他开始越讲越多哦。越来越冷一下，他要去穿毛衣。没有，他应该是经常去加冷河畔的。要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边有加冰，要不然是吧、啊？可以加很多冰啊。加冷吗？Oh.
多珍重，谢谢大家。知道这首广东版其实是谁唱的吗？有谁记得？香港的一位已故的歌手，这我就不晓得了。就陈百强啊，啊，对，哦，就是唱那个《偏偏喜欢你》那位帅哥，哦，男生的男版，对对对，原来如此 啊, 啊。好，我们直接唱《甜蜜蜜》好吧？是，耶，甜蜜蜜哦，一边吃一边快点吃一下糖吧。为什么？甜蜜蜜嘛，很搞笑，心里很甜就可以了。好，甜蜜蜜的朋友，这首歌马上来了。见过你，你的笑容
线里。加多个字，在滴滴上线里哈，见到你们哈。是，这首歌也是大家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每次我们表演的时候，可能是重新再我们再重新再进来嘛，因为上一次是上去年的时候了，所以大家点的歌曲都是好像是曾都是我们曾经唱过在这个线上唱过的歌曲，但是还会被点，就是因为大家真的很喜欢这样，很喜欢这首歌曲。歌是，我们还抱这个心态说，今天点的歌曲应该是越来越难的。先不要讲这么早先，等一下真的有难唱的歌曲上来了哈。有些歌曲我们你记得我们曾经是我们的那个表演风格可能就是说我们会记住大家点的歌曲吧，然后呢有真的有去想去学一下哈，虽然可能不是很完整啊，但是我们尽量去学一下大家想听到的歌曲。我在这边看到朋友留言说 Can singAny Cantonese song， 好，等一下我再带来一首广东歌。我也可以带啊，来吧。那你带来吧。那我先想带来的是一首，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出去做街头表演嘛，所以呢，大家有没有好奇说，你们这个年龄层最喜欢点的歌曲是什么歌？就是你们有没有猜到？有没有想到？你们觉得你们好像我们去做表演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去做 market。我们去 market 啦，我们常常去 try to market 表演，那 market 就会有一些接触到你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嘛，所以他们除了福建歌跟闽南语歌、广东歌之外呢，还有一首歌曲是，不管为什么这几年，几乎我去表演都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曲，你们猜到是什么歌？所以就是这几年很红，被常常被点。然后我们出去，真的是每一次去我都中奖，就是一定是这首歌有的，比那个甜蜜蜜还多。好，那我休息了。我妈妈也喜欢这首歌曲，其实我妈妈曾经也是跟我介绍过，她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我先带来这首歌曲给大家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或许都有人有听过应该这首歌，应该会有。而且我曾经在滴滴上线唱过这首歌曲。哦，是吗？谁唱的？谁唱的？王琦。王琦、啊。歌应该是人歌红人不红。歌名是七个字的。越来越多。然后前面两个字是双重字。我们来听一下。然后大家再猜哦。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要的甜蜜，前方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怎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的酒，而不醉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再越过壁，可你不辞而别，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蒂，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要的甜蜜？前方外悠悠驼铃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在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在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我难忘记，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有没有大家回到那种大草原的那种感觉？在高山的草原哦，对，这首歌很红嘞，几乎每个礼拜我都唱，每次去街头表演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曲，唱到我都已经记住那个歌词了，哈哈哈哈，然后也会加一点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哈。这首歌叫《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大家有没有猜到？有没有人猜到？哎、hey. ，好，嗯，如果没有听过这首歌，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首新歌来听。应该是有听过，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听过的。好，我们线上有朋友说想听广东歌，我想带来这首梅艳芳的歌，叫《世事故人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它的曲跟它词写的特别的好，然后送给大家。
现在听到大家掌声了，看到大家的手在挥了，谢谢，希望这首歌大家也会喜欢。是四四故人来，考一下大家作词人、作曲人是谁，比较难。可是如果讲出来那个名字，可能大家懂台湾音乐的话，应该会懂这首歌曲、懂这个人，懂这个人物，台湾的音乐教父哈、哦，叫罗大佑，耶、yeah. 啊，有他的那个影子哈、哦，我觉得啊，作词的人也是香港的一位词神啊，叫林夕。哦，这首是他做的、啊，写的特别的好。哇，他从那个年代就是要做到这个年代，哇，不错啊。是是，而且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一部电影叫《双竹》这部电影里面的歌曲。嗯，好，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是唱到三点半是吗？因为太久没有。三点半，两点半到三点半，对吗？是吗？然后我怕我不然等下被他骂哈，所以呢，我们唱我们的 intended 的这首歌曲， hey. 然后如果不是这个时候 end 的话，让我知道哈，因为大家肯定有事情要做了哈。是到三点半吗？我也是忘记，你没告诉我呀，我自己也忘记了。好，带来这首你没有也当下应该是你们应该是那个是几十年的三十年前的歌吗？三十年应该有了耶，有应该九十年代的歌，是三十年前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而且唱这首大合唱的歌曲的人在那一年全部都是偶像的颜值，现在被阿寿啊阿弟啊哥俩，但是还是长得很好看啦，还是保养得非常的好，送给大家我们最后一首歌是吧？一首歌，等一下，有一首歌轻轻唱过，在我们的年轻岁月中，有一个梦静静流过，在我们的心中。或许时间带走一切拥有过的记忆。
久没有见大家，是的，因为去年啊太肥了，然后自己太胖了，太胖了，觉得自己胖了，有没有？然后后来就去减肥了，但是是健康式的减肥，对，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偶尔要锻炼锻炼一下。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又回到了的的’上线跟大家见面。我们希望下周有更多的朋友再进来听我们唱歌，陪伴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午后。我们是现场的，我是 Joey， 我是 Justin， 我们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我们线上再会，我们八月九月再见，拜拜。培养的青春，泪水也已消散，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